那我就拿两桶咖啡，我稍微示范给你们看一下它里面进去是怎么样，它炒的是方桌是怎么样的。OK， 好，啊，这个加了，把这个咖啡倒在这里面掺糖，糖要煮到它融，要等到它干，这个就是要凭经验凭眼色再看。啊，如果是糖烧焦，咖啡会苦；糖如果是这个炒的不够火，咖啡也会酸。OK， 就把这个已经好了的咖啡，连糖好了的，就把这个这边把它倒出来。我们再按照把这个大锅里面倒出来，把风扇吹给它冷，就把这个风扇吹给它冷，冷了这个咖啡在等着打碎它，等着磨，搅成粉，做不一样的顾客要的东西。